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1月14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12月20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啊，你好。那个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那个，我想看一下我的那个母亲，然后是那个1967年属羊的，看看她的身体，她的胃，不一直不太舒服，念了好多小房子了。啊，一九几几年的？1967年属羊的。啊，肠胃是不好哎，哎呦，有个灵性啊，一个男的，有灵性是吧？一个男的，男的，啊，一个男的，许多少小方？一个男的，就我妈，那现在要84张，嗯，84张是吧？84张，嗯，哦，84张，好吧，你这个叫你妈妈赶快吃香砂养胃丸呀，香砂养胃丸，好的，好吧，他那个啊，叫他一天吃2顿到3顿，嗯，中药，哦，两。中药好，这个药好的好的，非常好。这个吃了之后对肠胃有帮助，然后让他这个灵性念掉，那么两边一来，保证没事，好吧？哎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然后那个再看一下那个1984年属那个属鼠的，他那个脸上长了好多那个白白的斑，最近长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老鼠，哎呦，像白癜风一样的。哎、对对对，就跟白癜风、哎、长得白白的。哎呦。嗯。哎呦，血液出问题了。嗯。血液出问题了是吗？嗯、你赶快叫他吃，如果一个是看医生，要么就是先吃中药，吃穿心莲呀、啊，清凉解毒，嗯，很好的。哦。好吧。哦，清凉解，那他最近许愿了好多往生咒。往生咒要，往生咒要10000遍的。一万遍往生咒是吧？哎、好吧。啊，赶快呀、啊！他们家那个现在还没发出，啊、还没全部发出来呢，全部发出来还难看呢，难看的不得了。嗯。好、啊。嗯。啊。然后那个再看一下他家那个佛台怎么样？主人就是他。对，主人就是他。老鼠是吧？对，老鼠，84年的鼠。嗯，佛台面对佛台的右手不好，左手吧还可以，当中也可以。哦，是吧？面对佛台的右手，面对佛台的右手是窗户吗、哎？窗户是吧？边上有没有什么杂物吗？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空调，空调外机。哦，这个倒是不一定。他有没有在观地菩萨边上还放什么菩萨吗？土地啊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嗯，没有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就是可能是空调管子了，嗯。哦，就是可能佛台上面有一个空调那个管道。哦，那个是，怪不得。哦，是那个是吧？嗯，逃也逃不掉的。啊，好吧。啊，然后师傅就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嘛，考虑想卖，然后最近市场就是有点不太好，看一下就是以后多久卖合适。卖是吧？嗯，卖嘛最好，真正要卖掉要3、4月份了。3、4月份是吧？明年呢？啊，嗯，现在卖，不是太卖得出去呀、啊，嗯，对，是不太好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啊，嗯、师傅，你再看看他的工作。一般的工作一般，嗯。工作一般是吧？有点烦恼，嗯、有点烦恼。那个他问一下，可以换吗？就他的工作。她是女的是吧？她是女的。对，女的，对女的，她想问一下，往哪个方面换比较好？就工作压力比较大。嗯，叫她换呀，换一个也，换一个工作的话，换一个。就往哪一面发展？离不开原来的那个工作，稍微有点变化，哦、嗯，还是这种类型的、哦，但是呢，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嗯。哦，是吧？但是还是就是跟这个有关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。哦，好，师傅，就是再看一下87年属兔的那个打胎孩子超度走没有？就是上次看过。嗯，打胎孩子走掉，走掉了。嗯。走掉了，哎呀，感恩师傅。对，上次您看了，嗯、您也想看？对，师傅，就是我刚新度了一个师兄，嗯、然后那个他想，您想问什么问题？看，82年属狗的，对他打胎，他打胎的孩子两个孩子，他刚修。现在刚烧2张小房子，烧了2张小房子啊？对，给自己的药精者，因为他刚修，就是你说2张跑得掉不啦？
不对，这个跑不掉，就是他想看一下那个他打胎的两个孩子还在、啊、需要多少小房子，还在、啊、还在是吧、啊、需要多少？一个倒很少了，一个要32张。哦，32张是吧？还有一个要，我看啊，还有一个29张。哦，还有一个29张是吧？嗯嗯。哦，好。好吧。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还有问题吗？我身上，哎，你好，师傅，就是我那个82年的狗，就是我那个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灵性，哪儿不好啊？可以啦，不能问这么长了，已经帮你们问掉这么多时间，人家打不进电话了，刚刚已经帮你看过了，你自己身上、身上要好好的念的，要念64张小房子，哦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好好好，嗯，好好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感恩，好，再见，不让人问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感恩您，感恩菩萨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是师傅吗？哎、是，请讲。啊、嗯、啊、哦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傅、嗯。哎，我今天看图腾的吧，是吧？是啊。哦，嗯、我想请师傅给我看看，我是60年的老鼠。几年的？60年。想看什么讲啊？我看见我最近好像这个。心脏啊，我心脏喘气喘不过来。哎呦，是啊，你是啊，有问题啊，你现在到了一个劫啊。啊。一个劫啊，你现在你心脏很不好，这都是黑气啊。哎、我知道，我现在背过的时候背过来就没就喘不过来了气。啊，你现在赶紧吃，你现在有血压高的，你要吃复方丹参片的。我吃的丹参片啊，那不行，你要吃复方丹参片。哦，我要吃复方丹参片。哎，你因为血压有点高的。哦，我平时是不高的，我现在要么高了，可能。嗯，你要当心的，好吧？啊，关键是吃出不过来。对啊，你要吃复方丹参片，好吧？还有念经啊，念不到，念得快了就十几度过来了。你现在主要问题还是人偏胖呀，嗯。哎，是。心脏压力过大。然后呢，自己呢睡的昏睡比较多，明白吗？嗯，知道，睡眠不多就是痛。你吃的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胆固醇你有的时候吃的东西不能太多，你有点，我看你的血糖也不稳定了，嗯。哦，我还有弄什么吃的？你现在就是要第一要注意，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吃太多东西。不要给心脏增加太多的压力。哦、第二嘛，要把身上这个灵性念掉。要多少小房子啊？86张。86哦，那我们重新许愿。好吧，然后你自己赶紧要吃那个复方丹参片。好的。好吧，还有。嗯、好的。啊、要把这个复方丹参把心脏降下来，就是心脏的血液啊，循环啊。要这个、嗯、这个不能太快，你现在心跳太快啊，所以就是胸闷的、就是、胸闷气急、就是、嗯。哎、对对，好吧，我爬楼爬上来就对啊，而且你血凝度又太高、嗯、手还会发麻、哦、明白了吗？嗯，哎，当心点了，好吧，嗯。嗯、哦、我的那个佛台呢，请师傅看看我的佛台上面。佛台还可以啊，嗯。我跟师傅讲一个事情能不能呢？嗯，我楼上的哪家就是姓秘书的。哦，嗯，请师傅给我看看他对我有没有影响。嗯，但是我很尊重他的。嗯，有点影响。有点影响是吧？有点影响。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不知道，知道他是姓秘书的。我这个房子有没有灵性呢，师傅？我听不见师傅讲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我这个佛台有没有菩萨来过？有啊，有菩萨来过的，哦、好吗？有菩萨来过。哎，来过，不要担心啊，死不掉啊，哦、就是闷的，多喝水呀、啊，水喝的太少、哦，好吧？要多走路啊，你现在胖了，你的胆固醇高了，所以心脏不舒服啊。对，就是心脏很难过，我以为是胆固醇高了，你去验个血就知道了，好吧？哦，我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我想师傅给我看看我的图腾是什么，我是
老鼠60年的老鼠的什么图腾颜色了？白的，白老鼠。嗯。白老鼠。嗯。哦，我的莲花是15575。幺什么？15575。15575。哦，在啊，你倒蛮好的，莲花在天上。嗯。莲花在天上的是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肯定是一菩萨保佑，我是感恩师父。你放心啦，死不掉的、啊，不要紧张了。好好开心一点、哦、自己嘛锻炼锻炼身体，不要弄得这么肥呀、啊、开心的，我很开心，今天每天拎着拎得很开心的。对，就是要喝点水，血凝度不能太高，然后呢自己要当心血压有点偏高、不要激动、然后呢吃复方丹参片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你自己泡点芹菜喝，多喝点芹菜汤。芹菜汤、你天天要喝的，你虽然血压不算太高，但是已经偏高了，影响心脏了。嗯。哦，好的。好吧。嗯。我家里有没有灵性啊，是吧？没有什么，就是马桶间边上有一个，有一个储藏室里面有一点。嗯。哦，就是那个卫生间里面。对，卫生间有边上有一个储藏室，放东西的。嗯。哦。放垃圾啊，放垃圾扫把呀、啊，放这种丢在，就是角。哦，要么是各个就是那个垃圾桶，要么。哎，要么就是垃圾桶、不好啊，弄弄干净、好吧。我请再请师傅给我看一个我师兄的莲花，叫4327。4327。啊。4327。嗯，在天上了，嗯。这个师兄是学的很好的，可以、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嗯。可以，你这样。好吧。他是我们。是我们的，是没问题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 啊！给人家打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、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！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、感恩师傅保重身体啊！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，弟子跟师傅请安。嗯。师傅自己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看一个60年属老鼠的女的，您看她有没有忧郁症？有啊，呵呵，很厉害的，已经要到中期了，嗯，经常不讲话，经常闷着，怀疑别人，不愿意跟人家讲话，整天怀疑别人，中期，对，嗯，那他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针对这个，我看一下啊，560张，嗯，是不是他身上有一个男的瘦小的一个灵性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0年属老鼠的。啊，看见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个瘦，哎呦，这个真的吓人，全是眼白，他妈眼黑都找不到呢。嗯。当时盯住他。是个瘦的，就是瘦的，就是瘦的。嗯，听懂了吗？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还看一个87年属兔子的，看他脖子那边淋巴，甲状腺。87年属什么？属兔子的师傅。87年属兔。嗯，女的，看她脖子甲状腺淋巴那边。属兔子。啊，右淋巴不好。对。右面不好。觉得好好的念经啊，这里淋巴会痛的，时间长了。对的对的。那是因为那边有业障对吧师傅？是啊，很多的海鲜呢、要了命了。吃了很多的海鲜呢、过去。喂，哎呀，电话又断掉了。叫他念往生咒啊，许愿呢，念1000遍。嗯，1000遍往生咒。嗯，哎呀，他突然间断掉，要几十秒呢，要20-30秒才能再重新打进来呢，否则其他人就打不进来了。所以大家管好自己电话呀，不知道怎么搞，怎么会这样？喂，你好，赶快，嗯，喂，喂，师傅好，哎，喂，师傅好，哎，弟子给师傅请安，恭喜师傅，今天法会圆满成功，谢谢，接下来几个问题涉及师兄各自问，各自一张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，嗯，而且师傅看一个2009年属牛女，看她的身体，腰背不好，嗯，还有。还有啊，哎呦，他身体是不是有个灵性？因为他好像有，在他颈椎上面，嗯。哦，那个西医说他有那个癫痫病。就是那个灵性呀、
癫痫嘛也是灵性让他弄的呀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个他妈妈已经给他许了1000张小房子，放生10000条鱼，49只甲鱼，这个够吗？够，先放下去应该有明显好转。哦，他身上的那个灵性是一个老人吗？我看一下，是啊，是个男的，嗯。因为那个他在发病之前他一直发脾气，后来看了一张那个亡人牌位的照片，没几天就开始发病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不能看的呀，哎呀，亡人牌位不能看的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这个就是给1000张，挺好的。还有一个，就他在住院的时候，他妈妈起了一个意念，就是说女儿病好的话，他就把病关了，抽出更多的时间弘法。他这意念起了之后，他女儿马上就很大好转。那是不是他这个意念已经变成了愿力，是啊，然后转成了功德？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他除了就是那些许愿的1000张小房子，他还需要做什么吗？给他女儿念1000遍念经的话，还要许大愿呀，要吃全素呀，身上还是有灵性啊。哦，那个这个同修他是吃全素了。对呀。嗯，好的，那个师傅有点辛苦了，那个那我还能问第二个吗？1985年的牛，看身体，他也是看身体，颈椎不好，颈椎不好。嗯，好的。脖子不好，关节不好，哎呀，一个灵性，有点像动物，嗯。哦，他这个灵性是他好像是在身上已经9年了，他一直精神不太正常。就是他已经念诵了1300张小房子，不，但是情况是时好时坏，就之前好了一阵儿，后来又开始复发，不知道是有什么，你什么地方做的不如理不如法？不如理不如法。就是他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如理不如法？因为他念了1300张小房子，他这个精神病是好了一阵儿，后来就是又开始复发。复发嘛，就是因为他守戒不够呀，他又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呀。哦，你叫他不要网上乱看东西呀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你要知道精神病的人网上一看东西就砸锅的。哦，行，好的，那我提醒他。这个1985年的牛女，她家里边有没有灵性？经常有声音。有啊，在厨房间。哦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多到不到49张。好的，他针对他这个精神病的问题，还需要那个多少张？什么？针对他这个精神病的问题。啊，精神病是吧？对，他是1985年的牛，针对他的精神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5年的牛。女，对。精神病啊。嗯。还要念670张。670张，好的。他过去有在皇宫里待过的，这个女人。哦。好了，好，没时间了，你抓紧吧，好吧。就那个最后一个亡人，叫董美花，董事长的董，美丽的花朵，就是美花，2006年去世，他现在在哪里？董美花。嗯，董美花，大修罗，嗯。他还需要小房子吗？要，他的业障蛮重的，他活着的时候感情有一点乱，嗯。哦。好的，嗯，好吗？那还是不是他女儿还需要帮他忏悔，念礼佛忏悔？我觉得忏悔不要念，再念点小房子吧。嗯。哦，好，需要多少张？再给他念69张吧。69张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师傅您辛苦了，感恩您，师傅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